可是你说不要十五岁还前两天我们发布了焊接不锈钢的牢固度测试，今天我们用一毫米铝板进行测试。大家都知道铝材焊接后比不锈钢的牢固度要差很多，但通过激光焊接机焊接后依然有非常强的牢固度。各位老铁，大家觉得效果还行的点个赞吧。焊铝板上个厚铝板，好，看下效果。别，你别动。我让你录着。OK。浪淘尽，红尘俗世几。